我们要走的路太远，所以时常会忘记梦想出发的地方，而这种忘记是危险的。庆功会，二没让回家看望爹娘，你们跟着打，跑到了这大革命滩上，至今家里的亲人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有的战士的未婚妻在家等不住了，就跟别人跑了。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大沙滩上斗风沙、趟严寒、啃咸菜、喝盐水，为什么？为什么呢？就因为在朝鲜，美国人用一个小玩意儿在咱们头上悬了好几年，悬着，动不动就让对我们做外科手术，苏联专家也撤走了，瞧不起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人的腰杆子就挺不直，就没地位，没和平，就不能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现在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啊，当初。